地藏道人实在不敢相信，造成血海怨魂成劫的真凶，竟然会是他最尊敬的师尊。师尊从来都是悲天悯人，慈悲为怀，他们怎么可能做出这种屠戮生灵的举动？地藏竭力想要否定接引和准提与这一切的关系，可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说出来的这番话。为什么？这可是三千世界的生灵，数以亿万计的生灵，怎么会啊？怎么敢呢？地心，这些留影你从何得来？不会是你私下篡改仿造的吧？哼，这些都是血海深处的血灵所记，我可以立下道心誓言，若有作为便叫我道心崩塌。地藏，时至今日你还不醒悟吗？西方教的教义不过是假仁假义罢了，人面兽心，毒蝎心肠。你是要做一个真正的慈悲之人，还是要做一个为虎作伥之徒？路就在你面前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完了完了，这世上想要说服一个人，没有什么能比事实更有力了。地藏道人，莫要受了蛊惑，我等皆是秉承天道行事，天道无错，三千世界的生灵定然是该死，才会遭受此杀劫，这是他们的命运。天道难道就不会错吗？亿万生灵就该死吗？难道那些婴儿也要经受这样的杀劫吗？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他们不该死，他们该活着。地藏道友，善恶是非你自己看，错一时不要紧，但千万不要错一世，不然你和那些虚伪之徒有何区别？谛听，协助我策反地藏，不然小心你的狮子头。又来威胁本宝宝。主人，还没看清吗？他们的慈悲是说给人听的，否则灵山怎么会有那么多鸿蒙凶兽？当日金蝉子也不敢屠城。这些年我聆听心声，不知道有多少西方教弟子因为你和他们格格不入，想要将你驱逐甚至诛杀。难怪金蝉子这样的鸿蒙凶兽都比我更受重用，因为我的确和那些口中念着慈悲手上带着血腥的师兄弟们格格不入。原来我从来都是错的。不对，我没有错，错的是他们，慈悲从来都没有错。顽劣，从今日起西方教将要少一名大罗金仙。今日地藏判出西方教，不是判出西方教，地藏自立西方教，成就地藏道。地心道友，不知道大商可曾给地藏留有一席之地？哈哈哈，地藏道友放心，你的位置一直都在。地藏，你当真要叛离西方教？你若离开，那便是站在西方教，你师尊甚至是红军道祖及天道的对立面。我所作为慈悲，为苍生，生亦何欢，死亦何惧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恭喜宿主完成收服地藏道人任务，奖励十二品业火红连连半六枚，是否选择兑换八卦紫兽仙衣？好东西啊，兑换。我可以解决，可是如何缔造封禁小天地呢？很简单，拿先天极品防御灵宝，以血海之力将其化作一方宝塔，镇压海眼之上，然后再融合轮回之力，便万无一失了。
啊！你是知道我刚拿到八卦子兽仙衣来薅我羊毛的吧？